Less is more，少即是多。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Fly with Lily 的英语学习节目，学英语环游世界。我是主播 Lily Wong，这个节目是要帮助你更好的学习英语，打破自己的局限，并且勇敢的去圆梦。 Welcome to this episode of Fly with Lily podcast。欢迎来到自己的学英语环游世界，我是你最最喜欢的主播 Lily。今天呢，在我身旁有一只狗狗，它正在睡觉。我不知道它的打呼声会不会被录进去哦，因为这个录音通常我是录完之后还会在后置用 AI 处理背景的噪音。<laughs> 他现在正在瞪着我，但是呢，他等一下又睡着，又会打呼了。我呃，这个礼拜算是在澳洲流浪中吧，不能说是旅居，因为那个在豪宅里面看顾当狗狗保姆的时间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一个礼拜呢，其实我采取的旅行方式是沙发冲浪，所以我又从郊区的豪宅又跑到了一个郊区的。 平房，平房，就是呃比较普通的一个公寓，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 呃，睡觉的地方是怎么样？只要它干净，然后里面的人很好心，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在这边呢，拥有我自己的空间。虽然这次是睡沙发，但是这个沙发也非常的大，然后有一只好可爱的大狗狗，两只眼睛不一样颜色的，在身旁陪我。不仅是陪我睡觉，陪我工作也好，就是陪伴我，就是稍微有点孤单的时刻。我这一次沙发冲浪的主人，他是一个男护士。 然后他刚好他室友都不在，然后他就接待，就是接待我。但是他也就是在家的时间也不多，所以我昨天在在这边的第三天，第二天的晚上终于见到他。然后我就说我要煮饭给他吃，然后他也非常开心。但是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他好像有一点点。 我不知道是有心事还是注意力不太能集中。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一定要电视开着，手机看着，然后好像不是很专心的在跟我说话，然后一边在吃饭，然后就觉得，诶、欸，这种现象好特别哦、喔。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是碰到很多很好的人，然后但是也会碰到一些有趣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 呃，培养我的就是包容，还有同理心。或许对方他有一点点紧张，还是不，还是说他的有一点状况，就是他的沟通方式就是这样子，然后不太习惯这样子跟我一对一的这样说话，还是怎么样的，也有可能。但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嗯，就是我这次采取的旅行方式，都是让我觉得。 有一点点挑战，但是又非常开心的一种方式，又会让我觉得我自己的个人成长很多。所以你是不是我真的失呃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呢，也是有意识的在减少这些东西，我生命中的行李越来越轻，我没有。 任何的债务也不能说没有任何的债务。事实上，我上个礼拜、上个月吧，才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有一个家里的这种健保、健康保险的费用，目前还在分期付款。我之前就是在国外的时候没有停掉，结果后来变成一笔欠款，我就用分期付付款的方式在欠、在呃在还清，但是造成不是我太大的负担，就是一个月两千块而已，两千块台币。 然后我现在就是在流浪的状态吧。然后接着呢，明天呢，我会去到这个当地的一个瑜伽中心，开始做志工，就是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在这个瑜伽中心呢，它是以一个就是这种印度的进修呃进修式的方式，ashram 的方式。 在呃做，它里面有自己的居民，有一个这样的社区，然后每天呢就是做瑜伽，还有就是呃打坐这样子的一个行程，然后晚上还会有一些精神性的谈话。啊，我觉得这真的非常棒，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机会实在太难得。虽然我就是必须先到这边，然后六个礼拜的时间，为了这个四个礼拜的机会，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值得。目前一切都好。 然后也带着期待的心去，呃，感受未来的挑战。好的，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少即是多。其实呢，在我们现在已经讲了差不多快一个月的简化生活，你有没有发现，以前过去我们会用买东西，或者是买更多的课程，买更多的这个学习。 的这个东西，然后但是呢，却让我们没有时间了，然后却让我们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了，或者是我们的心理负担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当把这些东西都抛弃掉之后。 就发现心灵的空间也变大了，因为你拥有了更多的时间。所以对我来说，现在我身上就只有十二公斤的行囊，但是我却拥有了很多的时间，然后拥有了更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不好的事情。如果我现在是，比如说，诶、哎，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房子在台湾，然后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在台湾，我可能没有办法放弃一切，然后去做一个这么疯狂的旅行。这一次的旅行，我也跟大家讲，就是我是从这个离开台湾之后，我有一个计划，我可能还会再回台湾教课什么的。就是今年我开始跟这个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在这个举办这种环岛的这个播客营，我在想。 或许明年还会有机会会再回去一趟，但是呢，我其实是真正的踏上了一个环球的道路。虽然我可能还会再回家两三个月，为了赚点钱呵呵，然后传播文化，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呢，我真正想做的就是，我想要去流浪，我想要看看我自己有没有办法流浪到埃及，然后再回到可能回到欧洲的一些地方，然后去圆我之前就是想要圆的那些旅居的梦想。还有，我还想要去印度，呃，也想要就是就是再回到南美洲，南美洲非常多的国家还没去，所以我也想要就是每一个国家停留几个月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带着一种就是探索未知的心吧，也让我觉得有一点紧张。但是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喜欢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我得说，就是嗯，有这个听众会问我说：“丽丽，难道你没有想过老了之后？” 还能持续这样子的方式吗？或者是老了之后怎么办？你现在都把钱花掉了，然后没有好好赚钱怎么办？但是我觉得，嗯，我是去培养一个就是我自己喜欢的生活，然后去变成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人。我觉得老了时候再说吧。 说不定我永远都见不到我老的样子，这可是我第一个感觉。第二个就是，要是我老了，我觉得我会成为一个非常内心丰富、拥有非常多经验的老人。我不枉活过此生，这个是我想要达到的老年状态。所以我不用现在我还很健康的身体，还能就是去呃承受很多的挑战的这样子的精神的自己。 去做的话，我要等到老的时候，我顾虑更多，担忧更多，身体更差的时候去做嘛？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等到那个时候，所以呢，现在就是好好的活每一天。所以我真的蛮喜欢今天说的这句话，就是 “less is more”。less 其实就是更少的这个词，然后 “is more”，more more 就是多。 所以少即是多，都希望大家可以去反思一下今天的这一句格言。好的，我们已经进到进入到这个第十八天，第十八天的这个问题是：How can decluttering help you move closer to your dreams and goals？呃，这个 decl decluttering 其实是我们一开始节目想要。 叫做这个断舍离的生活挑战。后来觉得这个 decluttering 实在太难念了，断舍离感觉好像大家会比较感觉比较像是这种舍啊离啊，比较精神方面的。其实我们其实一开始重点是在物品，因为我也是减少了物品去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呃生活方式，想要去尝试。 到底, less is more is that real 是真的吗? so how can decluttering help you move closer to your dreams and goals so if you ask me i would say now that i'm traveling with only the things i truly need I can focus more on the priorities in my life. I feel light and ease and at ease. I'm already on my world travel journey and every day I engage in work that aligns with my values and helps me move forward, move towards my freedom. I also make sure to include self care activities that I won't compromise on. When I was living in Shanghai, I had too much clutter in both my physical and mental space, which prevented me from tackling my dreams and taking daily action. Since leaving the life behind, I honestly feel so much happier and light now. 好的，我一开始说到 now that I'm traveling，就是说呢，现在呢，我正做着什么事情。With only the things I truly need，我只有带着我需要的东西。I can focus more on the priorities in my life，这样子呢，我就可以专注在我生活中的这个优先的事项。I feel light and at ease，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轻盈，and at ease 就是感觉到轻松。 I'm already on my world travel journey，我就已经在我的这个世界的旅行的这个旅程上面了。And every day，就是每一天呢，I engage in work，就是说呢，我会专注在什么样的工作？That aligns with my values，就是跟我的价值观是合一的。就是说，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志愿工作。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线上播客的这个工作，and helps me move towards freedom。然后因为它是线上工作呢，它又是就是在这个这个地方就可以做的这种志愿工作，就让我更接近自由，因为都是我想做的。然后线上工作就不会让我妨碍我一一定要在什么时间或什么地点去做。呃、uh,，helps me move towards，就是呃更。 向这个什么东西前进？Freedom 就是自由前进。I also make sure，然后我也确保呢，to include 就是呢包含了什么？Self care activities 就是自我照顾的活动。 就是呢，我觉得这些是完全不能同妥协的。That I won't compromise on。就是我每天早上早起要做的运动、打坐、写日记，然后还有阅读，这些都是帮助我身心灵成长。然后还有建立我的这个社群，这都是帮助我的身心成长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去面对更多的挑战，因为我知道我的心灵上面是完整的。 我自己本身是丰富的、可爱的，这是我觉得每天我想要打下的一个基础。When I was living in Shanghai，当我就是住在上海的时候，我就是在二零。 零八年的时候，还有二零一五年这七年七八年间，我住在上海。那个时候，其实我过着是非常富裕的生活。我有一个老公，有三个猫小孩，然后住在呃非常漂亮的这个静安区的豪华公寓处。但是我却感觉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不快乐。那我知道，呃，一个人他什么？ 都没有的时候也很可以很不快乐，什么都有的时候很不快乐的时候，就代表是心里出了一点问题。所以呢，我这次环球旅行呢，就是在想，我是不是有办法到富裕的环境很快乐，到就是不是很富裕的地方，我也可以很快乐。所以呢，我现在就是。 呵呵，<laughs> 开始的这样子的一个旅程，我也蛮想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好。 嗯，um, 接下来，I also make sure 这个 self care activities 刚才讲过了。When I was living in Shanghai,、I、had too much clutter。有什么样子的，就是杂物呢？Both my physical and mental space，就是在我的身体上，就是我的物物理环境上面，就是我有一百件的洋装，我有好几双鞋子，我有好多的书、um, My mental space is also cluttered，就是在我的这个心理空间呢，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杂乱，跟我的物品空间一样。Which prevented me 这边呢就防止我去做什么事情呢？From tackling my dreams 是去呃更接近我的梦想啊，去真的采取行动去解决我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一直都很想要去做环游世界这样的事情。 And taking daily action，或者是采取日常的行动，其实我觉得不管你的梦想多大，还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付诸在日常的行动里，把它变成一个习惯，比真的达成成功还要重要。Since leaving that life behind，就是自从呢，我就是把那个。 那一种生活呢，抛在后面之后，I honestly feel so much happier and lighter now。就是我现在真的感觉过得更快乐、更轻松。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都可以更快乐、更轻松。那即使我未来有了更多的财富，会有更多的呃物质上面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我过去看我那个生活。 却过得很沮丧、很忧郁，那是因为我觉得我心理上面是出了一些问题，看事情的角度也不对，哦、呃，所以才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如就是这样从零开始，呃，继续观察自己吧。就像我在这个富人区也会有烦恼一样，在穷人区也会有一样的类似的烦恼，但是是不是可以找到心灵的那个稳定啊，跟快乐，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所以呢，这边呢有讲到几个就是比较难的单词，跟大家分享一下。Number one, truly, truly, t r u l y，它其实是 true, t r u e，真正的这个字，然后去掉 e，加上了 l y，其实它就是副词，真正的。Number two, engage. Engage, E-N-G-A-G-E, -G -G -E, 它是动词，参与. Engage. Number three, align, align, A-L-I-G-N, 与什么东西一致，与什么东西对齐. Align. Number four, prevent, prevent, 通常会跟 from, F. R O N 这个字一起用，prevent P R E V E N T 防止做什么事情，prevent number five tackle tackle T A C K L E tackle 就是解决。好的，虽然过去有一个这样子的自己，但是我还是非常感恩过去这样子的自己，给自己造成了不少的困难。 但是现在呢，才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处理过去的这些毛病哦，然后呃，再重新开始过新的生活。每一天呢的生活都不一样，都有不一样的挑战，这也让我非常的欣慰跟快乐。其实呢，这个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生活方式。好，那希望呢，你们都有一个非常棒的一天。 那别忘记了，就是我现在有推出一个六周的迷你退休的活动，呃，如果呢你想要参加这个个人的计划，跟我有一对一的六周合作的时间，帮助你打造你的个人品牌，然后去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或者是去计划你的环球旅程，你可以就是跟我预约一个三十分钟的免费通话，可以写信到这个。 b o s s at f l y w i t h l e dot com，然后呢，别忘记了标题是 fly with l y 然后我会跟你说我最近有空的时间啊，我们可以来聊一聊，然后这个活动呢也会帮助你减轻生活的焦虑，让你更轻松的去活出你的梦想。好的，希望你们都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天，Have a wonderful day! I see you soon.